休假一周，胡你皆闲事。隔壁没有十一假期的韩娱圈一点不得闲。来吧，这小半个月的大小新闻咱们火速过一遍。先来看传闻四加一。传闻一，泫雅转会 AOMG。 泫雅今小周离开 Cube 几乎没有转换余地。上个月起早行事 ins 放出 AOMG 公司名片，被指暗示泫雅签约新公司。泫雅和 AOMG 的 boss 朴宰范都曾是 JYP 旗下艺人，且 Wonder Girls 和 2PM 前后脚出道，两人也曾跨司合作单曲。倘若转会 AOMG， 对泫雅来说或许是不错的选择。时隔12日， AOMG 的工作人员正式澄清，只是与泫雅的造型师接洽过常规工作，但与泫雅本人的动向无关。传闻到此为止。